人心不安，资深媒体人纷纷现身中正纪念堂。第四度参与浴佛 TVBS 执行副总杨胜玉希望借由活动启发每个人心中的善念，一起在共同做一件事情，是共同在发一份善念，他这种正的力量如果能够持续的传播，我想它是一种互相交叉的感染，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净化的作用，对社会也有净化的作用，所以感觉到非常的殊胜。同样感受到殊胜庄严氛围，看见万人齐心，感动说不尽。现在目前整个的社会的结构啊，整个的社会的状况，所以我觉得蛮有必要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净化一下心灵，我觉得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祈福。大家这么一致的，这么齐心协力的，对，我们也希望，哎，台湾如果能够这样子的齐心协力，我们的国运一定非常的昌隆。为台湾祈福，各家媒体共襄盛举，期望透过自身影响力改善社会风气。大家新闻周晨邱品豪台北报道。